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神将我们召聚在一起，使我们连结于元首基督，互相为肢体。虽然我们彼此不一样，但是我们却能够互相帮补。愿神赐给我们他的眼光，看见彼此里面有神的荣美，也有神奇妙的计划。我们一起来敬拜。在主里我们合一，随你我不一样，都仰望同一位主耶稣，以慈爱和善心彼此互相鼓励，以温暖的心关怀和拥抱，以马内利神常与我们同在，弟兄和姐妹来同甘苦与共享乐，从你的里面看见主期待，主奇妙的作为。
是何等的感恩，因为你拣选了何等不足的我们来与你同工，甚至你也将许多的弟兄姐妹摆在我们的身边，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使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服侍神。谢谢神，我们知道当我们同样连结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发挥很大的功效，成就主你美好的计划跟心意。谢谢神，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看见别人里面那个神放在他里面的计划，神放在他里面的长处，让我们能够互相帮补，使我们同在神国里面，能够一起服侍，一起奔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为彼此祝福，使他能够去完成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谢谢神，我们爱你，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让我们每一天早上眼睛一睁开起床的时候，就来思想神啊，今天你会让我遇见什么人，有什么人是你把他带到我生命里面，要我来服侍他的，要我来成全他的。哦，神啊，我感谢你，今天有哪些人是你放在我生命当中要来祝福我的，要来成全我的。主，让我有一个谦卑的心受教，并且愿意来尊荣他。愿每一天我们都活在基督他新做的万事里面。圣经里面有说啊，这个神是为这个爱他的人怎么样，这个调动万有，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些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的。人才是怎么被培育出来的？人才是被成全，那把它培育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在使徒行传第11章的19节到26节，我们看见有一位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位使徒，叫做保罗，他又是怎么样被别人成全出来的。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哈利路亚，扫罗就是保罗。感谢神啊，我们今天要来思想，怎么会有保罗出现呢？当然是出于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扫罗没有遇见巴拿巴，他大概也很难成为后来的保罗。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真的就是一个上帝祝福人的管道，上帝透过很多人祝福我们，上帝也要我们来祝福很多的人。我们来思想一下保罗，他保罗从一开始被这个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保罗已经悔改，真正跟随耶稣了。只有一个人相信，谁？巴拿巴相信。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并且带他去见其他的使徒，让大家真的有机会好好坐下来听一听保罗到底生命中发生什么事情，才从一个逼迫基督徒和教会的大坏蛋，变成神愿意来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后来耶路撒冷很多犹太人要来杀保罗，因此教会就打发保罗回到他的老家，在土耳其的大树。这一去又是很多年，大概有差不多七八年左右。后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又打发这个巴拿巴前往安提阿，去那边带领整个火热被圣灵烧起来的一个宣教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巴拿巴一到安提阿之后，他就想起来了，在附近不会很远的地方，那个大树有一个人他认识的，就是那一位保罗。因此巴拿巴就去把保罗找来，让他加入安提阿的这整个充满使徒性能力的侍奉团队。到后来一年半之后，圣灵就差派保罗还有巴拿巴往海外去宣教。这个时候神继续提升这个保罗的一个声量，
让他成为一个使徒。后来那个时候圣经开始称他为使徒，就是他被差派出去之后，我们看见他们两个就一起同工。巴拿巴真的是非常有成人之美，当他们来到第一站的时候，巴拿巴就有一个感动，让这个讲道都由这个保罗来进行，他认为保罗这方面比他更有恩赐，因此保罗就开始怎么样负责所有的这些宣教之旅的这些布道。我们看见怎么样巴拿巴他真的非常有雅量，因为他们去的第一站就是居比路。居比路是谁的家乡啊？巴拿巴的家乡。巴拿巴没有说我来到居比路啊，这是我的家乡，就是塞浦路斯，所以应该我来吧，没有。 他看神的作为，神感动他说让保罗来做，他就怎么样让保罗来做，就被成全起来。甚至后来到了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因为有一些看法上不一样，因此他们就决定怎么样分头并进。这个分头并进其实巴拿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他就把整个安提阿教会的主导权把它全部让给保罗，然后那个巴拿巴就自己往南另外去传福音去发展了。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这一生当中因为遇到谁，遇到巴拿巴，他们俩个性不一样，特质也不一样。这个保罗是一个教师恩赐法利赛人背景的一个教师那后来神一步一步来提升他变成一个使徒所以他很多事都是很严谨这一板一眼的。但是我们看见了这个巴拿巴，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拿巴的儿子拿巴就是拿比啊，就是先知的意思。所以这个巴拿巴他这个可能有这些先知性的一些能力跟恩赐在他身上。第二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们都称他为什么？劝慰子，代表这个人怎么样也有非常有能力跟恩高的牧师的特质。所以你可以看见巴拿巴的特质跟保罗有没有一样？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巴拿巴就是保罗生命中的贵人，他成全了这位使徒保罗，让使徒保罗可以祝福更多的人。你是否羡慕保罗呢？但是你是不是更羡慕巴拿巴？因为保罗以后所做的每一份神都会纪念巴拿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可以看见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对师徒党，师父叫做以利亚，徒弟叫做以利沙。那时候以利亚快要被神接走之前，以利沙跟他的师父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其实他的希伯来原文是愿你的灵加倍在我身上。我们以前读这段经文以为是说愿感动你的圣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人，其实原文是愿你以利亚的灵，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产业，以利亚在神那面前那份信心可以加倍的在徒弟我以利沙的身上，我愿意效法你。然后呢，神就按照以利沙这个祷告，真的就让以利沙得着了这一个加倍的这个整个以利亚的一个恩典跟能力。圣经让我们看见以利亚做了七件神迹，但圣经刻意去记录以利沙做了十四件神迹。我们可以看见当以利亚升天之后，然后呢，以利亚的外袍从天上掉下来了，以利沙立刻做件事情，他把自己的外袍脱掉丢在地上，然后呢就拿起他自己师父的外袍开始走上侍奉之旅。以利沙后来的成就非常大，他成为列国的 这个先知。然后呢，凡是看见他来的人都先看见什么？看见以利沙的身上穿着的是他师父以利亚的外袍，一个成名的人物。可是每次人家看到他的时候都说那个以利亚的徒弟来了，你就知道说以利沙是如何的尊荣他自己的师父，他非常感谢师父对他的成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教会界就是太少这个东西了，以至于大家都单打独斗。我非常的感谢我生命中遇到好几个巴拿巴，没有这些人对我的付出带领跟成全，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应该要常常来尊荣他们。我第一位尊荣的是一开始接受我这一个那时候非常潦倒落魄的是哈利路亚家教会的曾英清牧师。第二个我要尊荣的是接纳我能够成为传道人的台北新生命小组教会的顾启宇牧师。最后我更要尊荣的
是把淡江教会交给我的现在101教会的黄国伦牧师。我觉得没有他们在我生命中的带领、陪伴跟传承，我会从零开始，我会很辛苦。我常常回过来看我现在自己带领的淡江教会，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像是教师特质的人，但是我非常感谢神，淡江教会一开始在这种像黄国伦牧师这种比较有使徒性特质的人他的开拓之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跟他配搭服侍，打开很多我的信心跟眼界，以至于后来他把教会交给我的时候，我能够好像有原本我自己的这一份，再加上他那一份对我的影响，两倍加起来就是加倍的灵，以至于我觉得我的服侍得到很大的祝福。弟兄姐妹，神国需要更多的人才出来，但是你是否愿意成全他们？你是否愿意成为他们的巴拿巴？第二个，很多时候为什么巴拿巴成为稀有动物啊，保育动物那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不太愿意尊荣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巴拿巴。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恳求主打破这种谎言，打破这种谎言。我们首先就是在求神大大纪念祝福许多我生命中的巴拿巴，许多我生命中的帮助者，求神大大的纪念他们，大大的祝福他们。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神，我们仰望你，谢谢神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面带领许多人成为我们的帮助的祝福，是我们在跟随神的路程上面亲爱的父神，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谢谢神，你在我们灵命成长的道路上带领许多人成为我们的帮助跟祝福，使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并不孤单。神，你的话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在服侍神的过程中有同工能够一起奔跑天路，真的是何等的恩典跟宝贵。所以求神你要来帮助我们，要在祷告中常常纪念这些过去甚至现在与我们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们。愿神大大的赐福这些为耶稣基督摆上自己热心服侍奉献的同工，使他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所需用的都充足，继续为主奔跑，结出丰盛的果子来。谢谢神，我们赞美你。天父，谢谢你使我明白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在这有限的年日中，主啊，谢谢你差派那么多的牧者和家人成为我的帮助，扶持我在信靠跟随你的路上不偏离。愿主你纪念在爱心里互相造就彼此连结的肢体家人们，使我们继续的连结与你，彼此相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举起手来，让神让我们成为巴拿巴吧。神的国需要更多的人成为神国的人才。求神赐给我眼光跟心胸，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神啊，赞美你。主啊，我成为一个巴拿巴。宽我们的眼光和心胸，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成全圣徒的人。主，我们知道在你的国度里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使命跟呼召，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一群人他们的价值，主啊，并且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鼓励他人发挥所长的。主啊，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使我们愿意去学习接纳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主啊，因为我们要祷告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主啊，我
我们能够互相扶持，彼此成全。主啊，所以我们祷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看见每一个人的恩赐，并且主啊，我们也能够帮助人发挥他们的恩赐，在你的国度当中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主啊，我们祷告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爱中成长，爱中彼此建造，爱中彼此接纳跟鼓励。主啊，让我们的教会主啊成为一个充满爱跟支持的环境，主啊，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被成全、被接纳、被恢复、被裁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赐给我们宽阔的心胸，使我们能够成全圣徒，各司其职，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帮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和智慧当中受引导、受装备，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国度当中能够发挥你所赐的恩赐和才干。主，说帮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看见每一个人身上你为他们赐予的潜力和计划，让我们可以欣赏每一个人的独特之处，让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生命当中可以看见你的手，看见你的旨意。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更宽阔的心胸，让我们能够接纳和包容不同的意见和方式，帮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与众圣徒合一，彼此成全，共同为你的国来效力。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巴拿巴们，我们举起手来祷告，求神继续使用引导我们过去为主所结的这些果子，这些保罗们，不论他们是不是现在跟我们很常在一起，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求神继续工作在他们的身上啊，有更多人接我们巴拿巴的棒子，成为他们新的巴拿巴来祝福他们。愿神的国充满了这一种尊荣跟成全的一种恩膏在我们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神啊，我们赞美你，求神继续来坚固、来养育，过去我们有荣幸。神，我们赞美你，谢谢神你使用我们，谢谢神你赐下恩典跟能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全然的都归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是栽种还是浇灌的，叫它生长都在于神你自己。愿主你继续使用引领这些所结出来的果子，使他们能够结果更多。谢谢主。父啊，谢谢你给我机会转向你，在信靠你的人生路上我们所努力的你都纪念，因此孩子向你求坚固你手中的工作，那些过去在侍奉中所结的果子，和我们带领信主的家人，保守他们藏在你的爱中，一生不偏离你的道路。奉主的名，阿门。阿门。你相信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的事吗？哈利路亚。阿门。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